金鼎甲春生为着要破除新美迄个纠缠，两个人都将新美玉兰花变咧神武顶去小南国鬼门。结案，金鼎意外贴破版主假鬼的代志，因此将下毒来受重伤。新美正自责，都将一切不幸弄个担起来啊！电视公要甲幼冲来分手，这时阵派面的嘛叫虎头逼来小南国找证。根本是满珠啊！满珠啊！我拜命哦，跟你无冤无仇啦！上回人咧讲哦，万一跳这乌珠，想跟你害死我，你去找伊，你唔通找我，我甲你拜托啦！哦，拜托拜托，我挂我一生来找你。满珠啊你！我跟你不忘不弃，你怎么不来娶我？拜托，拜托啦！我求你啦，我求你啦！啊，拜托，拜托，不来娶我，不来娶我啦！拜托呀，高爹哦，救人哦！啊，救人哦！想做伊嘛？想谁谁啊？是较冷静的啊，你是唔看唔对啦？我无看唔对啦，真正是万珠啊无唔对啦，我搁看到西门树啊烧起来，唔是哦，你也看我厉害咧啊！拢是阮大害啦，本来就是应该入来，煞甲我送入来，我真正会叫害死啊我！哦，春仙哥哥。我不叫着人，连你都找无人。连阮大阿妹叫人，我嘛忍去啊！我但是想我受了纠缠嘛，我春生大阿妹，你一定要救我啦！咁真正是万珠阴魂不散。余兄，来看卖。阿弟大阿妹，拜托你，你一定要救我！你唔放手，我要跟你好。我敢话，我你怕死，我嘛爱叫鬼地死。起来啊！起来啊！起来！哇，什么代志啊？喊个大细声！你看，大老板伊进去看卖啦，起来啊！大老板啊！大老板啊！梅惠，大老板伊安怎？死去啊！死去啊！谁做啦？什么代志啊？你大声细声！大，大老板死啊！阿咪啊，到底什么情形？我唔知啊。拄只大老板在那啉酒，啊酒无去啊，我当然嘛出去换酒啊。佮你来时阵，伊就等车啦。哎呦，我哪会这么衰啦？是必须搁打起个热火，感情上是万珠阴魂不散，要回来讨命，真好。大爱相信这个人是被万珠的鬼魂所害死的。这个陈老板看起来应该是状态是，伊的肩胛内面有人的皮肤，可见讲伊一定有去咬着凶手。啊，这个凶手到底是什么人呢？幽冲，敢讲幽冲是凶手？无可能啦，伊拄只拢跟我做伙，伊是要安怎杀人？
用心理，今日伫咧遮，诚心诚意甲你恳求，请你好友聪的阿爸，较紧的好起来。若是甲别人讲伊同款，这一切拢是万主对我的救赎。我甲尤聪分开，曾翠妈，我求你，我拜托你，什么？尤聪，你离我较远啦，若无，含你咪发生不幸的代志。这不是嘞，这一定是有人咧避开避怪。尤聪，你咪阁安慰我，不管你安怎讲。我是绝对袂改变我的心意的，我一定要跟你分开。好，我讲袂赢你，那呢，咱就请郑水妈来替咱决定，咱是不是应该要分开？郑水妈，地主杨有昌，过去因为你的慈悲，甲我指点，我才无行歹路。我甲新美最近拄着一挂困难，新美坚持要跟我分开。若是郑水妈认为，阮两个应该分开，请给我一个信杯。若是郑水妈你认为，阮不应该分开，请给我十个夹杯。位置到啊未啊？你已经慢两工啊呢，你还阁唔到哦？今日要是要排单？有啦有啦有啦。嗯，咱这差不多。阿妹。嗯。啊！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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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哦，老林还阁真好笑哦。哇！大，你人艰苦。你人咧艰苦，看你讲的啦！规工人来去生油，抓只棍啊，杀你乌白笑！敢知？你抓棍啊，你若抓木头，你不头都要下掉去！拢嘛厉害的，你三妹哦，把我杀入去小南国。现在我看到万珠爱分别，你敢知？你来这偌恐怖嘞哦！那是你哦，你会惊到闪着啦！我跟你讲，什么意思啦？闪着？惊死你要做老满？我安尼跟你讲，做人啊！心肝来强，出嘴来强，拍开有气用，有介绍你个处理啊！社会个人你行，兄弟个人做，这是咱的地头是大家，想介绍你就干。哎，旁边嘞，你做啥啦？故意的。天才讲讲，等他们伊那鬼啦。满足我的死啊！邱梦姐，你刚才海口帮你到位。在底下。啊，都有影火烧地头，面色啊面色，这个甲面子洗得遐尼干净的查某人是啥人？伊出现过引起什么款的风波呢？贵啦！天才讲讲，等他们伊那贵啦！满足我的死啊！秀梦姐，你刚才海口帮你到位？在底下。你敢让送我过？大爷，拢嘛是你啦！客叫人话予我，叫我去小南港，我真丢了万珠的魂魄。看起来我这条命活袂久啊！阿舅啊，爱过我找迄水姑娘来搞靠木哦！你点点啦？你不是万珠的鬼魂啦？你看一看。医生还遐足贵个，迄内行个医生无上，唔是啦，快靠有影啦，人照影鬼照影，你是白痴哦！哇，嘿，对哦，真正有影。讲起来，你是人唔是鬼哦？你是人啦。查某诶，遐生出甲迄干珠啊一模一样啊！对啊，
生成安尼，要扛要扛呢。你啊吼，熟悉万珠的人哦，向容易看到伊哦，绝对认为是讲伊是万珠啊人。嗯，其中必远古，衣冠唱得成功，内衫洗得来个。你即马是搞对死古人来哦，咪就卡落去我哩讲。行啦，转来看卖啦。好啦好啦。什么？你有看到哈？这是第九个卡杯。拄则你捌同意，让郑水妈来决定。才九个卡杯尔，最后结果是安怎？阁唔知影咧。好，我得互你知影，咱两个人是无人会当甲咱分开的。郑水妈，我求你，赐我第十个卡杯。余兄，先叫我来等。都还有代志要交代，敢那甲万珠姐有关系？唔够我跟你跋杯呢，人工才跋啦，行啦。哎，梁辉啊，我也是爱离开幽秋，伊才袂发生不幸，对不？真水吗？多谢你的指示，我一定会照你的指示去做。乖，你这着急要阮回来，讲是甲万珠姐有关系重要代志，敢是酒厂的代志有线索啊？不是酒厂的代志有线索，是今仔日有贵客来。贵客出来跟人佚佗，叫小阿伯当头白日啊，行啊两下。伊唔是万珠，伊是万珠的双生姊妹，叫万珍。万珍，万珠姐的小妹，我拄接到电报的时候，我嘛唔相信，一直甲伊人来到咱家。我看伊甲万珠生甲同款同款，我才相信讲，因两个是双生啊姊妹。恁大家好，我的名叫做万珍，我是万珠的双生啊小妹。自细汉，阮两个就失散去啊，啊，我的养爸甲养母带我去日本过生活。因阁讲吼，我爱大学毕业了后，才会当转来台湾找阮阿姊。春心大爱，我听人讲你是阮阿姊的养爸。我想要当阿姊见面，拜托你哦。春心大爱，拜托你啦，我当阿姊见面好不好？拜托你。我嘛真想要恁两个姊妹见面啦，也毋过，你阿姊万珠已经自杀死啊。是啊，你讲我阿姊已经死啊？是，真的好可怜啦！我真无简单，真找到我阿姊呢，伊今日已经过身去啊。阿姊，伊个电视都偷看，伊才会去自杀。阿姊，万年小姐，人拢已经死啊，你着莫遮尔伤心啦。你若只个自杀讲起来，我那有我的理由，因为我无尽到一个做人勇气精神。不过，你甲是伊的双生姊妹，我会好好啊弥补你。唔免啦，尊敬大，搁安那补偿，我阿姊嘛袂当搁活起来。也毋过尊敬大，我想要去用我阿姊在生的时阵，住的所在去住一站嘛。我要伫个遐，甲伊熟识人开讲，让我知影，我若只在生的时阵，伊有介意啥，伊是倒遐啥，那你后摆，我若是想着我若只的时阵，我才有一挂代志，一挂物件通好思念。好
答应的。大，我可会当拜托这位先生，伊带我去认识我阿姊。曼妮小姐，我入海口坊无偌久，曼珠姐的代志，林辉较了解，你也是拜托伊较妥当啊。也毋过，我伫咧冥冥之中，我感觉你甲我阿姊足有缘的呢，所以我想要拜托你，陪伴我做这个代志。曼妮小姐，你的第六感阁真准哦。虽然尤香入海口坊的时间无久，啊，毋过曼珠姐啊，对伊真好感。你是了白讲啥？我哪有咧学白讲？大家嘛知影，万珠姐也真介意你，是毋是用咧为着你？好啊，你莫去讲。万珍小姐，你敢一定爱敬伊？若是会用诶，我希望大你会当成全。哦，刘强，你嘛知万珠的死对我来讲打击真大，你是毋是会当替我答应？曼迪小姐这个要求，好啦，大爷，既然你拢安尼讲啊，我答应。多谢你，尤秀先生。奇怪，曼珠姐也死了，是化作恶鬼要来驾驶我的尊都山，今嘛阁雄雄，阁冒出一个二十几年拢毋捌听过相声的小妹。而且佫生作一模一样，连介意有枪的反应嘛拢同款，敢有这么拄好？人讲孙悟空赴蟠桃会，无人请，家己来。万顶的大将要找亲，佫指定有枪的带路，伊敢有其他什么企图呢？到底有看到啊无啦？这查某来海口帮是创啊？你跟曼珠啊，到底有什么关系？开看门。对，嗯。开看门。曼妮小姐，再请。我带你去曼珠姐啊，较食气的所在行行。多谢你。你到底是人还是鬼啊？你若无死，是阿爹变轻变快，破坏什么小姐名声？你讲啊！玉秋先生，这人是谁？哪里对我讲话啦？阿妮小姐，你莫惊，这桩代志交阮处理。乌头的啊！你是个无毛呀？看清楚，这阿你面头前这位是万珠姐的相亲小妹，我说万珍。人伊是对日本留学回来千金大小姐，你莫用你粒猪头在想代志，敢袂？啊，相生啊，迄无怪呢，无怪甲万珠啊吼，啊生出一模一样啦，真正无简单。啊，不过是去吼过咸水去日本啊留学回来，你看伊规身躯的打扮，真了有气质着，那亲像万珠啊吼，吃袂平，差有够多啦。万珍小姐，你哦，人生了水，气质够好。我自我介绍，我叫做江虎头，是虎头帮的老大。你有什么任何疑难杂症，做你来找我，无要紧。哎，创啥啦？虎头呀，你也不看好清楚，你今麦起来的所在是阮海口帮的地盘呢？安怎？阮不如恁了。万妮小姐，慢插兵，慢来。闪啦！插兵嘞，贵人哦，要替我恁大一趟啊！奇怪，平平同一个面，啊，气质差这济，这万妮小姐。敢天顶神女，这个万珠啊，啊，赤白的卖敢那虎肉母嘞，天差个地。人讲水歹在机关，不是西装三四寸，
一个甲班主生得遮同款的人是啥人？伊是人也是鬼？是安怎甲班主同款对初见面的友情有爱慕之情呢？明仔载同这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》，郑水妈都不好煮。台中五车有一个农民，因为错唔着竹啊，伊话惊动着竹啊那内底百年神灵，严重甲所饲阿母拢未生卵，也家己的身体嘛开始出问题，果不将都来求大神妈斗相共。我阿母带来云南毛祖婆请教，阿姨讲啊，你去找三郎哦，才再讲再讲啊，你无达到尾安尼啦吼，伊也唔啦。如果乖乖讲啊，你无你吼，迄滴啊吼，规个爱打错字搞水浒啊的啦，你唔通过去错啊。三郎甲滴啊正讲好事了后，都话头问迄个农民，讲无代志，卖去错滴啊正修行迄个所在滴啊，就是安尼再叫对。农民嘛照指示，将滴啊搞好水浒，也讲个嘛奇怪，主要去都卖个听到脚步声，阿母嘛搁再开始生卵了。